主播哥观众，今天一大早我们带大家来台北市立动物园看看可爱的大猫熊，因为呢今天就是人气动物明星大猫熊元宝的四岁生日，动物园也准备了精美的蛋糕来帮元宝庆生。不过啊，现在正值动物园的年度岁休时刻，所以其实呢到今天都还没有开放游客入场，因此想要一睹我们元宝的可爱模样只能上网看直播了，也再次提醒您不要扑空哦。那现场其实有些元宝的粉丝，他们都是提前报名要来参加元宝的生日派对。那如果没有报名到元宝生日会的朋友呢，7月6号还有姐姐元仔的11岁生日会，到时候就能来现场直接看到可爱的熊猫家族咯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